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同我一起继续玩《二之国》第二集。咁咧上一集就讲到我哋要学一个嘅起桥嘅一个嘅魔法啦。咁咧其实我已经完成咗啦，咁就而家大家见到呢个画面。咁就咧之后咧我就会翻去即系搵阿汤婆婆啦，交任务啦。但系咧其实第二个任务咧我就录嘅时候有啲错误，所以录唔到俾大家睇，咁就冇办法啦。咁我又有下一次睇有冇机会再录俾大家睇啦，咁样。咁所以咧，一间一转画面嘅时候，就已经去到我揾第三个任务嘅时候嘅嗰个场面啦。好啦，即刻去片啦。戦いを勝利に導く。わしに続け。
物だったわ。みんな
なの力を一つにするんだ。負けるな。うわぁ！よし。ああ。うん。好，攞呢个石头啦，而家又翻翻去阿 Buddy 度啦 ，Buddy， 是但啦吓。好，飞翻去啦。あの、あ？好多夫人啊。よし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插翻个唇膏先得。好啦。哈哈。咩？咩？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。整啊，搞咁耐終於攞張圖先整啦。
咁啊，不如今日玩到呢度先啦。咁咧，我哋終於攞張圖書證啦，即係同佢搞咗咁多嘢，原來佢都係只不過想即係整個唇膏嚟搽下啫，咁樣樣。咁啊，好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我哋就再去揾下書啦。好啦，拜拜。